要用中破音，你那边多少江东啊都高啊幺八，那都是嘛？他去江东那嘛，古问题我们太江东古太幺八不晓得。老爹太老爹太太高啊幺八那都是，古多少就肉眼这么高啊幺人低幺八才是呢。江东那么集中的酒了，么集中的哇，几个肉。得把就得你弄上来，头得把就得你弄上来，得弄，得你弄，弄，弄。江东得搞一下，把就江东上来，你想呢？找了多几个人？这头嘛，江南头被多嘛来围住路，可能江南呢，江南呢多钱呢，交不上来，地好，但是交多了哪点？就叫呢，江南有好多。走点来呀。没路子的嘛。嗯。头还得寂寞，地脚实在是脚的跌头了，多了那么多，比木高一头都讲不动嘛。但是那多啊，去包尿的嘞，讲那对啊，讲大了嘛，你么妈妈用了有好多钱呢？嗯，好、啊。嗯，这两那丢么一脚，丢么一脚没没断呢，脚脚没没断了，要的小，要的实在是几道伤损。几家好？几家几送送单吗？叫哪呢？叫几能嘛？要几货车？叫哎几货车嘛？要叫哎叫几货车嘛？江龙中国的江东特高呀，办了就叫了。张妹妹行啊，张妹头面也用了呢。江东太高了，不然怎么可能路弯土啊？哪来的结果？江东少呢？垃圾。你冷吗？嗯，冷啊。嗯，冷个垃圾来呀。嗯。那是了，你用错天了。用错这个，用错是用错不了。几冷了呢？就是嘛，是写了几天么？弄弄呢？看干净了，就是嘛。古啊，叫侬，啊，这怎么能闹？这古去闹呢？他那的灯能的几串着啊，他屋头着嘛了，我切的喽，懂了吗？我去切了一箱，他是一样上的是嘛？那么天天呼呼，天天就是穿的用多少？嗯。他屋边多嘛了，去播在那着呢，了你活播呢是？在银行到搞的像那个像我这的是。我们也接上嘞。你我说。吃那，吃不呀呢？能加吃，吃，都，那得，那我，那都吃好了，那江东我得搞一把呢。我太阳拿几个搞了多，我吃那了的，楼下。
楼下人都住房间了，这上面推的，反正就要把这么推，那这上面。你就啥都干不，啥都干不，这位节目难呢。你那么说还用到了，这不也？啊，中桌，中我全都是雕，都是得看呐。那样子呢？那基本到头的呢？那一些八本不上交桌上呢？上交桌上那老板家好重呢，那一几本木更高那些。不是好些吃不了的，大领导就在忙里上头啊，在忙里找木头上头啊，宝哥呢，等那进来着，我吃巧呢，但那铁路边那个头不在呢，整铁的好好呢，你整在了整套板的宝哥都木到这给呢，木招啊，呀安排波啊，他往爬就行了。我都碰到烂了嘛，着老呢。我手拿了一批飞母，行了，行不行了？飞母。弄成老哥叫弄得来我，来老丁那老弟的叫呢，你叫好呢，要发口呢，叫呢要叫发口的。那天我给了老，还下天在等等等那呢。嗯，叫那些叫太阳公太多呢。听我们这台节目，别听红木的，因为这三木节目全没好像的。他老农呢，也被老马被蒙我集集中了呢。估计就干了，小小老爹集嫩了，但是公交没集中了，被我集集了嘛。嗯，我等到那个交头交忙脑子集呢。我说老马爹集玉米呢，要集玉米，但是小小来交你多呢，但是姐妹妹知道了，嗯，知道了的，交奇怪着那点人。人家吃了好难哎，现在吃鸡了，现在吃嫩哎，估计要干了，那些叫哪呢？叫不动哎，叫熊了。